各位好，今日我交代一單就係開槍案件嘅調查進度同埋佢嗰個案情。咁喺今晨大概兩點四十分嘅時候咧，就警察就接報咧，就喺我身後皇南街四十六號對開咧，就發生一宗傷人嘅案件。咁警察接報，咁初步調查發現咧，其實係牽涉兩個幫派嘅鬥爭。案件係牽涉五部車嘅，咁鑑於案件嘅嚴重性咧，就即刻係交由呢個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去進行調查。快来订阅通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